俯瞰水晶酒，绵延的山脉环抱山城聚落。百年前，怀抱淘金梦的人们来到这里，落地生根。原本寂静的金酒地区出现了人烟，出现聚落。人们建立起采矿事业，为这座山城开启了一夜繁华的篇章。穿梭前人来时路，现今绿荫扶疏的道路，曾是背负运输矿产与物资的重要路径。日治时期，日人规划金瓜石选矿、水南洞炼矿，为这座山城留下许多大型机具及设施。这些设施在时光洗炼下成为世界级的矿业遗迹，而那些人们记忆中的采金故事继续陪伴山城。